好，接下来请您欣赏一段群口相声《反七口》，表演者黄铁良、尹笑声、童守本，有请。刚才这段挺有意思，哎呀，正好，那叫朱永义，没错，嗯，你看这个观众的掌声啊，就看得出来，看什么？对您特别的熟悉，哈哈，咱们老观众，咱也有日子没见面了，拉手吧，拉手，你好，你好，身体挺好，还凑合吧，工作够忙。这不天天演出吗？你看看，多辛苦啊！还在那儿住着呢？还在那儿住？没搬家。嗯，还在哪儿住着呢？你到底知道不是？老不见面，我想不起来了呢。南市。哦，是南市住。嗯。离这儿不远。嗯。家里都挺好的。挺好。现在家里边还剩下几口？你会说中国话？不是，家我还剩下几口？哎呦，那个呢？还有几口？你来中国多少年了？我没动过，没动过。这您这是怎么说这句话？这你就直接问您家几口人不完了？对，您家现在几口人？我们家还是六口。六口，嗯，好，看得出来啊。看什么？心宽体胖，没有愁事儿。我这人本身就大大咧咧。哎，别那么说。你看我跟您站一块儿，我这没法比呀。怎么了？被枷锁累。人口多，操心费力。你们家人口多？我们家人口多。你们家几口？我们家七口，比您家多一口人。你们家怎么七口？这个不是怎么，就是七口。不对。怎么不对？我记得咱两家人口是一样。怎么会一样呢？我们家六口。没那事儿。你们家也六口。你记错，你们家六口，我们家七口。那可有错。你今儿吃错药了。我这你说这会儿不舍银子不舍钱，你多报一口人干嘛？我报个人口我干嘛？就是七口人呢。不对。怎么呢？你们家六口。七口。你还甭说你们家几口人啊，你们家那锅台冲哪边我都知道。哎呦，这还瞒得了我？你看看，你姓黄，没错，对吧？对，你叫黄铁良，对，你家里名字叫黄海山，你媳妇儿姓陈，叫陈凤云，哎呦，那小名叫小黑，哎呦，唱西河大鼓的，你看看，跟我不错啊。说走嘴了，走嘴，喝多了，不是你、啊、喝多了，你知道没听见？我听见没关系，我不管你怎么说，七口人，你呀、啊，哎，你说你们家一百口都没关系，没那么些个，你不七口吗？七口，咱一口一口的算算，看看七口人都有谁，在哪儿算啊？在这儿，就在这儿算。哎呀，大庭广众之下。算人口啊，算不能白算。干嘛？一条大中华，敢吗？一条大中华，大中华。要是算出你们家六口来，我给你买，你赢了。要算你们家七口，给我买烟。那行，哎。不就一条大中华？没错，你那个意思，一条大中华就把我吓回去了。那你看看，我为什么拿烟吓你干嘛呢？再者说了、你挂一条烟，嗯，你能保证你准赢吗？这是实话，还不定谁赢呢。还是对，这一条大中华，一条好啊，那就是你们家人都在家，门一关，对，谁大打谁呢？先算。那没错，看着对，头一口是你爸爸，哎。二
一口是不是现在就开始算了啊？啊，现在不算，等二年再算。不行，等二年了吧，哪那么长时间呢？哎，就是现在算吧，算算算算。头一口是你爸爸，哎，这个是咱呐，是一条大中华，对吧？对呀、啊，可不是一盒。我说是一盒，我怕你听不清楚。怎么这么絮叨？不是絮叨，我干嘛离这么近？我听不清。那怕呀，怕你听不清啊。头一口是你爸爸，哎，这个烟呢，他这可能有，这儿我不要啊，嗯，这上那个专卖公司那儿的我要，哈哈，多好，哎，没错，也不错，没事了吧？算了啊，算了，嗯，头一口是那个，哎，走。你吃饱撑的呢？哎，你这是算人口？我这干嘛呢？我你这找便宜？没事，我想找你便宜干嘛？不找便宜，你那干嘛？哎哎哎哎，一会儿你就饱了你。你这接词，你大下音是吗？我用你大下音。你这可是别来这套啊！别着急，你别来这套。你可是我这说一句，你答应你、哎、说一句，你答应。你就你聪明。哎呵，奶奶，别人都傻子。没没没，没有没有，哪那么多傻子？哪没那么些个？这。人家有个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就是那不好意思的。你还讲什么？没错，这听得出来。你别答应了，我告诉你。哎，你要敢再答应，嗯，我这一下我把你歇台底下。好家伙，你多厉害你！你信不信？信啊，信。不信你答应一回试试。不，我不找他别扭，就是平安夜劲儿的。别答应了。头一口是你爸爸。怎么样？没答应吧？还真没答应。我咽了。咽了，咽了，还有咽爸爸的，哎，这怎么回事？你那个打嗝，他又翻上来了，不算了，哎，怎么不算了？不算了，来，别打嗝也不行啊，哎，打嗝不行，听见没有？啊，咽了也不行，嗯，啊，都不行，我这算你。嗯，点头也不行，啊，点头了，对，脸上不许有任何表情，什么都没有。我听着，头一口是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对，你媳妇儿，哎，你看看啊、嗯，你看呢？我看什么？你看几口？你看，你说几口？我说干嘛呀？啊、嗯，你看这几口啊？你这个，你看这。出来！你干嘛？你干嘛？这不是没有那口人，我伸那个手指头，那有用吗？凭什么有啊？七口嘛，还缺没？别讲，怎么没了？这怎别瞎搅！你手有毛病。我手有毛病。手有毛病。我手有毛病。对，拿你手算。对，嘿，啊，来吧。啊。你这不也五个手指头吗？啊，对呀、啊。你长出六个来？没有，没办法，暂时没有。那都说清楚了，拿你手算。哎，要算出你们家是六口人类怎么办？我给你买烟。好啊，这和你说的啊，多新鲜、啊！好，看着。哎，头一口是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对，你对，你媳妇儿。嗯，你说这几口？你看看我，你看看，哪有这个？怎么呢？这个没走，你抽鸡爪子疯了！你说你这么大人，为一条烟跑这抓挠来，抓挠干嘛呀？快去买烟！凭什么买烟？凭什么呀？没这跟功夫跟咱什么吧？我这个，我自个儿算吧。你早就该自个儿算。我自个儿算。我也答应。他们老两口子。他们老两口子做一趟车就来了，没错。
我妈，我哥哥，我嫂子，我，我媳妇儿。不行，这不行，这个什么叫不怎么不行、啊？你怎么算出七口了？这不七口吗？不对不对，怎么不对啊？我没注意，你再来，你再来，还是我正看那个他们老两口子，咱就住这，他们老两口子，我妈，我哥哥，我嫂子，我媳妇儿，不是七口吗？这不邪门是吗？怎么邪门啊？来呀！我算六口，怎么你算七口？他就是七口嘛。你这不对，怎么不对啊？这里有毛病。呀呀，这事毛病干嘛？你这没你我你我我我自个儿考虑。哎，就自个儿琢磨琢磨。我琢磨琢磨。嗯。他们老两口子，他妈，他，哎，啊，怎么了？王先生。哎呀，真有两下子啊！哎呦，六下子。好。你再来一遍，来站站站，没有老来的。你又这一回，你真是输赢就这一回，就这一次了、啊哎。他们老两口子，我妈。哎，等等，打住！干嘛？你干嘛？胳膊你干嘛？胳膊胳膊干嘛？胳膊折了。胳膊折了啊！你死这儿，我都不撒手。折了，这人我告诉你，你吓唬谁？谁吓唬你？这毛病就在这儿了。哪有毛病？看着啊。嗯，他们老两口子，对，他们老两口子里边就有你妈了。你这又来个你妈，你几个妈？我干嘛？呸！干嘛？干嘛不算？为什么不算？干嘛往里掺和呢？怎么叫掺和呢？干嘛让他走？不走，人旅游来了，打哈尔滨来。我管他打哪来干嘛？哈尔滨，让他走。不走。走不走？不走，不走，我跟他结婚。走不走？走不走？走。今儿越车就走了。我干嘛往里插？干嘛算不算？不算。干嘛不算啊？对，精神集中，注点意啊。嗯。他们老两口子，我哥哥，我嫂子，我媳妇儿，怎么又七口了？怎么又七口了？说什么？不是你，没事吧？你再来呗，再来。你又来一遍。他们老两口子，我哥、我嫂子、我媳妇儿。又饿了。行，过来。嗯，看着。嗯。他们老两口子。嗯。这个是你哥哥。我哥哥。这个是你嫂子。对，没错。这个是谁？这是我。这个是你。你还没回去了，你媳妇儿又出来了。我抽，值当的吗？一条烟值当的？别买烟，凭什么买烟呢？哎，你看怎么样？啊，你少算我们家一口人。我少算谁了？你还没算我儿子呢。你算我儿子了吗？你有儿子吗？废话，我怎么会没个儿子呢？这倒霉劲儿，哎，真是我干的。我还没算他儿子啊！你这，可是费了半天劲，我输了。是买烟去，这，你甭嘱咐。来，不就一条烟吗？没错，那可不呗。你等会儿，我怎么还等呢？我得找个人，这个麻烦。找个人替我。后台谁闲着了？哎，后台有人吗？哎，你给他，你呀、啊，嗯，替我在这盯会儿，我马上就回来。哎，我演着吧，你说你干嘛去？我有事儿，我什么事儿？我买条烟去。这台上不许抽烟，你买烟干嘛？是吗？都废话，我还不知道吗？台上说相声抽烟去、啊、就是你说你买烟我给他买一条烟去你撑的你才撑的你好鸟给他买烟子吗你认识他吗认识他姓黄对吧嗯、啊、他叫黄铁良听说过他家的名字叫黄海山这倒头一次听说是
这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以后记住点。我问你吧，他们家几口人你知道吗？这不知道，几口？看你全不知道，他们家六口人啊，六口。他站在这儿，他愣说他们家七口，胡说呀。这是胡说八道啊！结果我们俩抬起来了，哦，灭了决定要算算，到底是几口？算不能白算，应该是挂一条大中华。结果算了，算了，你赢了，我输了。你知道他们家六口，你不会输啊？嗨，你我比你清楚，结果一算，输了。你呀、啊，嗯，跟我说说，你可能叫他给绕了一口吧？怎么算的？我听着。其实，看、啊，你看啊，啊，算得很清楚。嗯嗯，头一口是他爸爸，哎，二一口是他。你也是，啊，放着相声不说，你跟他算这个干嘛呢？你早说这话有用，现在不是你比不过他。行，快快说，怎么算的？头一口是他爸爸，哎。二结果输了吧？我就知道你闹不过他，下回注意啊！行，快说吧，怎么算的？头一口是那个，你跟他一趟车来的是吧？我这不向着你吗？我你向着我，你答应吧。啊，行，说吧。别答应啊！不答应了。头一口是他爸爸。他妈，他哥哥，他嫂子，他媳妇儿，六口，你赢了，我赢了啊！我还没算他儿子呢，他有儿子吗？这我也问的啊，这是背不住啊，这么些年了，对吧？就完了啊！就认输了，完了吗？你真了给人买烟去啊！我哎，打住！你就不会跟他矫情矫情？我是那矫情的人吗？我告诉你，正眼说，我没少算你们家的人，我算你儿子，他有辙吗？那行吧，愣说，正眼，正眼愣说，不认输，就跟真的一样。哎，说，我来回试试，我这没矫情过。哎，嗯，你去买烟去。哎，我凭什么买烟？我没输。你怎么没输啊？我没少算你们家人。你怎么没少算？我算你儿子了。你算我儿子了？我算你儿子了。怎么着？你在哪儿算我儿子了？我在哪儿算你？你就在这儿算他儿子了。说。对，我就在这儿，我算你儿子了。你算我儿子，谁知道啊？我知道，这大伙楼上楼下全知道啊。我算你儿子，他知道，大伙楼上楼下都知道。哎，那就对了啊！你要算我儿子，我们家就七口。嗯，你要不算我儿子，我们家就六口。那当然呢，对吧？我算你儿子，你们家七口啊。哎，我不算你儿子，你们家。这，我算他儿子，他们家就七口。嗯，我不算他儿子，他们家就六口。这不拜我过去他了？什么？拜我过去他了？那、啊、你过去他我怎么办啊？不是你，你老我替你想主意啊！你想主意，你倒说呀、啊！你要这么着啊，你要认输，告诉他一会儿给他买烟去。那我用你干嘛？你听着还有下文了啊！他刚才一上来怎么说的？你也跟他学，你也怎么说？你说呀，你们家困难，被家所累，人口多。你告诉他，你们家八口。没用，嗯，没用，怎么了？他知道我们家六口，我说我们家八口，他能信吗？对呀、啊，就为让他不信啊，他不信，让他给你算了，这不就行了吗？啊、算到第七口，没这口人，你还没算我儿子了，找回来了；算到第八口，没这口人，你还没算我孙子了，不输烟又比他长一辈儿。
对，记住了吗？这好，算到第七口，啊，你还没算我儿子了。算到第八口，你还没算我孙子了，记住了吗？要不我告诉他我们家九口吧。九口怎么说呢？你还没算我重孙子了。你这么说，这么说就行，就跟他那么说。哎，就这么说，这职位不错。啊，那个，哎，王先生，哎，腻了，我不跟您矫情。哎呀，大哥，我输了。好，我这个人哪不会矫情？没错，您放心。嗯，我说完这段相声啊，我就给您买烟去。别着急。这话说回来了，哎，您说，您刚才啊说那话太对了。什么？宁天一斗，不添一口。没错，这个人口一多了，这个日子它就是不好过，没法过。您看我们家吧，您家，我们家就难过，您家就难过啊，难过难过吧。啊，他不抬杠，难过难过吧。跟他说为什么难过，我们家人口多呀。啊，对啊，我们家为什么难过？为什么难过呢？啊，嗯，我们家嗯人口多，人口多，哎，掐死俩。这你们家那人都随便掐死，那他怎么办？人他让我掐死了。告诉他我们家八口，直接跟他说，直接说。我告诉你，哎，我们家啊八口，八口，对，八口八口吧。嗯，八口八口吧。问他信不信呢？我们家八口啊，八口，你信不信呢？信。他信了。信了不行。对啊，信了不行。信你什么叫信了不行？行了不信啊。行，你走吧。你没中国话，你甭管。我告诉你，我告诉我们家八口啊。对对对，实际上你知道我们家六口。没错，我告诉你八口，我为的是让你不信。哦，你也不信呢，你好给我算呢。哎，算来算去算到第七口，哎，你还没算我儿子了，我不就捞回来了吗？哦，算第八口你还没算，我都告诉你了。完了，告诉他了吧？告诉他也让他算，跟他说今天算也得算，不算也得算，不算不行，不算他走不了。跟着来碰了，动碰的说。你在这盯着啊？那当然了，咱俩打架他不行。对，哎哎，我告诉你啊，我是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了啊，你也得给我算啊。这算算，你把话听明白了，你知道吗？哎，今天你乐意算，啊，也得算，乐意；你不乐意算也得算，乐意。你放聪明点，知道吧？今儿个你要敢说不算啊，我让你连这门你都出不去。我明白，我明白。哎，看见了吗？啊，那还一个了。对，没错吧？算，你怎么算，我怎么算。对，好，头一口。等会儿，打嗓子，使劲答应他。哎哎，你答应够本，我答应算本，我帮你一块答应。对对，嘿，来，行了，咱俩行了，头一口，我先算你爸爸。哎。别没了。怎么了？他怎么说的？他说头一口他先算我爸爸。你怎么了？你不能先算我爸爸。那我后算你爸爸。后算也不行啊。你后算我爸爸也不行。那我怎么这才能算你爸爸呢？怎么算都不行。你怎么也不能算我爸爸。那我要不算你爸爸，在座的哪位算你爸爸呢？谁算也不行。嗯，你甭绕着我。哎，这便宜谁也找不走。那怎么办？谁算我爸爸啊？我算你爸爸。你这个秋口相声 啊
三个人的相声演员就这样，脑子必须得快，应该的，那个体格还得好。嗯嗯，优点呢，尤其我们这尹先生优点太多了。我有什么喝酒，我这一听快到节日了，今儿就行，平安夜晚上才回家，痛饮酒，喝酒也算优点，在您身上就是优点，四两到半斤，四两半斤，喝就这么些酒，脑子清醒。他喝多了，你问他这事儿他同意，他不同意，一个字儿解决问题，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哪个字儿？他喝多了，你问他这事儿他同意，一个字儿，语言简练，不同意也这个字儿，音儿不一样，怎么着？这一拐弯，这就是不同意。不同意。上礼拜人请客喝太多了，我们俩一块儿睡的，我得关心关心呢。怎么样，肖生，喝的太多了吧？同意，喝多了。怎么样，自个儿走了吗？不同意，那走不了了。那怎么办呢？我送你去。那你就送吧。打的第八个钱，一拐弯到了，到家门口了。叫门吧。连门都叫不了了，这点酒喝的，还得我给你叫门去。这叫叫什么叫？啪啪一叫门，他媳妇出来了。哎呦，他爷爷来了。这什么辈儿？你媳妇有礼貌啊？我说甭给他洗了，脱衣服睡觉，明儿个八点开会啊。肖生，我走了。不让我走，那怎么办呢？我也住你们这儿。我住这儿不行啊，一间屋子半间炕，小床铺，睡巷口，没法睡。真让我住这儿，我出主意了，你媳妇在里边，你奶着你媳妇，我奶着你。那我奶你媳妇。走走走走。